总体感觉应该在北京的情况应该比较好，疫情的情况比较好的情况，应该不会出现说是有很多案例还没有被报道的情况，所以感觉既然大家都没有存在这个被传染被污染的情况，所以我感觉出来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。疫情期间这个是必须要有的，就是每天早上员工会提前10点我们到现场，到了现场首先是内部员工是全部要测温的，测温我们有专门的测温登记表，然后测完温之后呢，我们所有就员工有分工明确，有就是负责堂食的蹲地，因为我们是每2个小时要蹲一次地，蹲完地然后消毒，餐前在10点半之前我们的消毒，地面消毒，外围的交联消毒，还有我们所有的餐具消毒，这些都是需要做到在开餐之前，保证顾客吃得放心。然后对于我们餐中的话，伙伴这块的话，口罩是每2个小时需要配，就是更换一次的。